那咱们就不再多说废话去了。这个不玩枪，只玩刀，不能扔雷啊，不能扔雷，这样子玩的有意思一点，对吧？枪战攻防运输船，给他干！你用头发想看脸？哎，让我一马当先，我没有换枪，好，这是新阶段，我说了，我要玩个脏的，我要玩个脏的，我要玩个脏的，兄弟们来嘛，我要玩个脏的，哎，哎咋回事儿？我去，我反弹了，大哥！哎呀，我天哪，咋回事儿？不对呀，兄弟们，这不按套路走啊，这个导演怎么搞的？你不按我剧本来，你去！哎呀，我去，什么鬼？这导演怎么安排的演员呢？怎么还玩枪呢？这个老表，什么鬼？你是不是在找死？傲视泪目，等你是不是在找死？你再敢玩枪，你就是在找死！再玩枪就踢了你，对不对？再玩枪咱们就踢了他，给你一次这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再玩枪就给他废了。叫什么什么梦想的那哥们啊？再玩一次枪你就死了，你就。又拿枪？谁？谁又开枪？你不要捣乱好吗，大哥？对不对？咱赢就赢，输就输，你能不能不要捣乱？咱可以选择不玩。但是不能伤害啊！但是不能伤害。如果不按，请别伤害。说啥？我的天哪！拉这个几点抽奖？打完这把就抽奖了，打一把一抽一个奖。对，我也左键兄弟，我也玩左键现在我也玩左键，我不跟他们右键了，我左键点爆头兄弟们，我左键点爆头。点爆头，还跟我秀身法！哎，我的天哪，可脏了！对面的都玩火起来，尼摩尔，这是逼我的。行，我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脏。啊，对，啊，真脏啊，对，啊，对，啊，对，真的脏，我不是假脏，来受死吧，接受怒火吧，对，很好，对。你是真的脏，快点儿！啊，对 ，nice， 脏，真脏！我去，无敌了，兄弟们，这身法，这走位，还有谁？天哪，吓我一跳！哎呀，我以为还没死，结果还是让人给搂了。瘦，哎，点上了，能像个右键重击都把我们干死了，还不是技能？我的天哪，我可难受了，兄弟们。受不了，哎，受不了，抽奖吧，好吧，大家别说抽奖吧，八点钟了啊，抽这个扭蛋啊，接下来咱们要抽的是扭蛋，知道吧？接下来咱们来抽扭蛋，好吧？扭蛋三发，看谁中奖。